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让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。完蛋了，我的手机当掉了，我现在真的好怕。从三小，我的手机为什么要当在这里了？不要这样子。哦哟，地下室的 WiFi 哦。不要这样，你看他真的滑不动了，好可怕！他真的荡掉了，他真的荡掉了！不要这样吓我。他们的小孩应该就是会哭闹啊，或者是疑惑什么。不要一直吓我！我也在起鸡皮疙瘩，我害怕。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看你娘嘞！